行政队长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行政队长，出事了！出事了！我就是这个学生闹事嘛。哎呀，队长，您不知道啊，那帮学生都疯了，拦都拦不住啊！拦不住就打，打不服就抓。为什么要在南曼地区采取高压政策？就是要杜绝这种反日情绪。是，那我这就去。隊長，生徒たちの行動だけでこんな騒ぎになるか。 これは全国各界の学生運動、影響が大きい。人は多い。政教は実に悪い。油断はダメだ。特に我の南蛮地域でさらに拡大するとはダメだ。隊長、愚かですか？理解できません。こんな大きな行動、きっと全部共産党の計画だ。もし奴らが後ろで動けないなら、ただ学生でできるんだよ。 この若者たち、もしちょうど苦労させないなら、きっと大裁きがする。隊長の意味は、この行動を使って、徹底的に貧道の地下道を消滅する。地下道だけじゃない。まだだ。反対！反対！ 干净走啊！小万，赶紧走啊！哎，表哥，我知道你来干嘛啊？不是那幅画吗？我已经跟你说了800遍了，我根本不知道那幅画在哪儿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张府上上下下你随便搜，行吧？赵万涛，你当我傻子呀？你们张府上上下下这么大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怎么可能摆在明面上呢？ 隊長、反逆者はある生徒たちを捕まった。こいつらは頑固すぎて知られても、また集まった。おそらく今、警察たちはもう持ちこたえない。憲兵隊に命令、警察に協力し、すべての疑い者を全部捕まえ、多い報道がいい。現場上空は冷え屈しろ。人を閉じためなど、憲兵隊をそこから引くだ。分かったか？ 隊長、こうするのは。おとり捜査。これはいい機会だ。諦めたくな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。
双子，开快点。太危险了，是不是不下降？反对王道主义，反对王道主义。德鲁，反对日华一体，反对日华一体。立即释放老师，立即释放老师，反对日华一体。同学们，反对日华一体。同学们，你们听我说两句啊！前面现在是警察，你们现在在这太危险了，都赶紧回家，回家。危险，我们不怕，连这样都怕，我们还是中国人吗？对，我们不怕。我是谁不重要，你们现在在这真的太危险了，赶紧走，你们得活着知道吗？不要马虎耗子了，我们宁愿牺牲也不愿意被奴化，反对日本奴化教育。反对日本奴化教育，反对日本奴化教育，反对日本奴化教育。快走啊，快走啊，走啊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快走啊，走，快走啊。同学们，他们有人跟开枪啊，走啊。学生はどのくらいだ？隊長、学生は全部で23人、一部は重傷で気絶。情報をばらせ。今日が捕まえた者は全部を共産党として処分する。明日銃殺する。隊長、ここで仕事する？いや、大会を引く。奴らを知らせる。従う者は全部縁だ。奴らは不服でも、ラブンでも結構。共産党に入るのは許さ。はい。看来青川这次是要来真的了。已经枪决了好多老师，现在也抓了好多学生，现在大马路上全都是死人。这次，这些学生怕是出不来了。他们还顶着共产党的罪名。不行，我们必须要求书记。那我现在就去把四号和五号叫回来。嗯，我说过，我们首要任务就是要保证学生的安全，不能再让无辜的学生受到牵连了。嗯，老王，你去把周边的游击队员都集合起来，咱们今晚就行动。好，这软的不行，我们就来硬的。我就不信了，这活人还能让尿憋死。太残忍了，他们可都是十几岁的孩子，他们也下得去手。也不知道他们关进去会受什么样的罪。老狼鹰要是以前老虎团那光景，他们杀一个我能还他十个。别说那些没用的，青川已经放话了，说全部按公堂处置，命令执行枪决，
是不是唬人的？我看不像。晴川这狗东西啊，平时看起来挺温和的，但是他毕竟是个日本军人，一旦发起狠来，你说我们要不要去救他？不行，这明显是个圈套，而且我们要营救的目标太多，我们寡不敌众，去了也是白白送死。共产党不会坐视不理这件事的，少爷。你跟少奶奶刚结婚，再加上上次骗军火的事儿，晴川还没放下戒备心，不可轻举妄动。行，我知道了，现在也只能寄希望于他们了。情報あるか？状況はありません。犯人たちは静かだった。隊長、我らはすべての兵力を引いた。もし奴ら引っかかない、来ないならどうする？きっと来るよ。刁子，一会儿我和狗子先想办法混进去，给你十分钟时间，把鬼子引出来。十分钟能行吗？你放心，时间我已经给你留出来了，只要你别晚了就行。你要是不把鬼子引出来，我们今天晚上就白忙活了。放心吧，这事我干不好，那我还白活了呢。啊，放心。来机会了。给我打死走！走了，怎么办？别慌，冷静点。嘿，头领，你可以啊！更困难。这个地耗子怎么炸药还没点呢？马过来。把头抬起来，八个，九个人，打！隊長、やつらが来た。あやじゃないか。その剣兵隊を放しろ。今度こそやつらを逃がさんぞ。はい、逃がせません。行吗？只要你把我们守住，就没问题。
快，跟我走。为什么跟你走？你是谁？同学们，我是来救你们的。可是来救咱们的。好，相信你，快，走。快，快点，后面跟上。快点。给猫猫去看看。是。失败了。是，我赶到的时候，发现所有日本兵都跟早有准备一样，突然从四面八方跑了出来，他们都被堵在里边了，一个都没出来吗？看样子是吧。这次我们损失惨重，没有足够的人手。书记，我现在就去救老黄。回来，书记，我不对，我不该丢下老黄自己，我一个人救他就行。荒唐！你一个人能救得出来吗？你根本进都进不去。进不去我也要进，我不能对不起我的战友。你以为我不同情吗？因为我的错误指挥害死了那么多战友，我也想救他们，我也想把我的命赔给他们，可我们的命不仅仅是我们的，是一起战斗同志们的和那些牺牲战士们的，是组织的。我们还肩负着更重要的责任，事关前线大局，我们要替他们把责任背起来，像前线的将士们前赴后继的杀敌一样，为了把小鬼子打跑，为了最后的胜利，容不得我们私人感情，
只能服从命令。大家都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追随共产分子的下场。我再强调一遍，若再有游行示威者、造谣惑众者，同样处置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们要知道，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，害了自己，害了朋友，害了家属。我相信你们都是良民，对待良民，我们是友好的、亲善的，以前是，以后也会是。一起，你，三，向前准备。全部将军，那么多学生，他们都是孩子，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被打死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。我以为我可以手眼通天，少爷，这也不能怪你呀，就是你去，不也是白白送死吗？我早就应该会笑黑山，带着兄弟把这帮畜生给灭了。要是一早跟你们去救人，也不会到今天这一步。
あとは全部覚えろ。そしてこの手。それは良いか、マスチ。队长，早就听说您对厨艺也很有研究啊，今日有幸品尝，果然名不虚传呢，很地道啊。是啊，我很喜欢美食，工作之余买买菜做做饭，这是我最好的休闲。怎么样，还合你的胃口吗？队长，不瞒您说，您这手艺啊，就算拿到宫里边，那也是拿得出手的。来，王局长，在这次平息学生运动中表现得不错，既稳定了社会时局，也打击了共党的嚣张气焰，很好。这些都是您教导有方啊，属下还得跟您多多学习。不不不，我已经老了，以后还要靠你这样的年轻才俊来帮助维护冰岛城的社会治安。队长，维护治安是属下的职责所在，您放心吧。啊，黄局长，我是不会看错人的，你是个人才，日后必定会大有作为。队长过奖了，敬您一杯。啊，哈克克，好嘞。小格雷，嗨。看到了吧，琐事缠身。队长，您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懒得亲自过问，您就吩咐在下就是。会的，以后我一定会给你肩上加担子的。哦，对了，老狼营的事有什么线索吗？报告队长，我已经派两名手下进山打探了。应该很快就有消息。上次火山口假投诚，搞得我们是很被动，这是个教训，以后土匪的话绝不能轻信。您放心吧，上次损失的人手，这次我要让老狼营双倍偿还。来。孙哥，小黑山这么大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老狼营啊？这才找几天呀，小黑山大着呢，慢慢找吧。那帮土匪比兔子还精，就咱们两个人，我看够呛。找不着也得找，这是日本人下的命令。黄鼠狼都不敢废话，你还在这说什么呀？你成天的就想你城里那几个娘们儿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哦，大哥，大哥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，大哥，大哥。你们两个来小黑山干什么？大哥，我们就是打猎的，我这身上也没带钱，我就这两把破枪，要不给您吧。打猎？那袋子里装的什么呀？啊！快快快快快！给大哥，这是刚打的一个兔子，一个鸟，您看，你们两个哪个村的？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们呀？我们俩是从营口逃难逃过来的，昨天才到，说上山打口肉吃，不知道这是您的地盘，实在对不起大哥。逃难的，不是从哪个柳子里跑出来的吧？柳子？什么柳？没有柳子呀，大哥。我们俩就是种地的农民，上山是打口肉吃。
看你俩小子这胆子也没那么大。现在马上给我下山，别再让我看见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哦，好好好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走吧。谢谢大哥，我再也不来了。快快快快。小柱子挺威风啊，交了两把枪。谁稀罕这两把破枪？哎，你们看这俩人像不像城里来的密侦啊？密侦？你可拉倒吧，就这俩小子一看就像逃难出来的，他们要是密侦那才怪了。我看也不像，这俩小子冒冒失失的，不像坏人。还是长点心吧。哎，你们两个跟着他们，看着他们下山。哎，干净以后别让人挑出毛病来啊。走吧。贵叔。哎，少奶奶。张汉涛呢？啊，少爷去参议府办事儿去了。您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就是想回一趟老狼营跟你们说一声，想跟他们商量点正事儿。去老狼营啊？不行。为什么呀？少爷千叮咛万嘱咐说不能让你们随意的出门露面，更不许随意出城。你要知道这外边可都是密侦的，一波又一波的，跟苍蝇似的，躲都躲不开。怕什么呀，我就偷偷的出去，不会有事儿的。少奶奶，不行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还有，以后见到我别叫我少奶奶，听着怪别扭的。是，少奶奶。爱叫什么叫什么吧。大娘子，咱们什么时候走啊？哎，走什么走呀？张远涛让管家看着我，不让我出去，怕被密侦盯上。干脆就别跟他们说了，咱们就直接走，晚上再偷偷摸摸回来，神不知鬼不觉不就完了？三哥，你说那帮人是老狼营的？肯定就是老狼营的人。我跟你说，今天真是咱俩命大，差点让他们逮了去。但是你说啊，怎么了？在这儿能碰上他们，老狼营可就不远了。这俩小子跑得够快的，八成是头一回碰到咱们这好人，活给吓掉了。我看他们已经跑远了，咱们还是别追了吧。别，咱还是再追一段看看。走。把它给我摘了。好嘞。干嘛呢？没事，四叔，我把它摘了。摘不得，这是日本亲王送的，我们挂在这儿啊，以后可是护身符，省多少麻烦呢。四叔，您别着急啊，我呢会让它变成更大的护身符。说什么呢？我呀，啊，您恨日本人吗？嗯，我现在比谁都恨他。但是我现在啊，他们不是管我叫汉奸走狗吗？没问题，我把这事儿给他做实了。我呀，在咱们家找块地儿，啊，给他装修出来一个日式风格的小房间，然后我得把这个
“日满亲善”这四个大字给他挂到内屋去，这样这事儿就更实了，对吧？没有人会怀疑我。嗯，四叔，原来我跟日本人斗是迫不得已，但是现在我跟日本人斗，我决定了，我要跟他们死磕到底。哎，四哥，不好了！是吧？哎呦，少爷回来了。是啊。哎，槐花啊，和大巴了不见了。去哪儿了？上午吧。槐花跟我说，他想回老狼营一趟，跟他兄弟们商量点事儿，被我劝回去了。可是刚才呢，满是找，找不着人呢，跑了。跑了？啊！怎么办？少爷，你们俩这样，不管用什么办法把他们给我找回来。你放心吧，少爷。少爷，这门口都是密探，我们怎么出去啊？他们怎么出去的，你们就怎么出去。如果尾巴真甩不掉的话，赶紧回来。走。真够给我省事儿的。当家都回来了，当家的、二当家的，你们回来了。嗯，家里都还好吧？家里一切都好，就是没你们在啊，弟兄们心里不踏实。哎，二当家的，城里好玩吗？这好玩什么呀？憋屈死我了，哪有咱们狼窝子待得舒坦？上山，走。哎，孙哥，你看我这脚都磨破了，要不咱歇会儿？哎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我胖成这样，我也没说啥呢。你要再磨叽，我让你背着我走啊！不是，孙哥，你说咱俩在这山上转了好几天了，啥也没见。要不这样，咱回去找黄局长，给他找俩人替他，你看行吧？行他妈狗屁！白鹿的事你不知道啊？那黄鼠狼正上火呢，咱俩这么回去，不给咱俩崩了？崩了就崩了吧，我也认了。总比咱俩在那山路待着强吧。孙哥，你听，怎么了？好像有人说话。你快穿上，你快穿。还是家里好呀，是不是？那可不是。哥。这不是抓咱们那帮家伙吗？还真是哎！走走走，跟着跟着跟着啊！跟着他们，要被他们发现，咱俩的小命就没了。你找不着老狼鹰，回去也是死。快跑！这时候想起我们老虎团来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当家的，我看这复印社找你，绝对不是为了给你那点破东西那么简单，肯定还有别的目的。什么目的？我估摸着，他是想把老虎团的人再招回去，替他们卖命。什么？想得美！东北都拱手让给鬼子了，这时候想起咱们来了。
做他的罗圈梦去吧。他们要是这么想的，那还真是打错算盘了。咱们老狼营的人只跟真正抗日的人打交道，如果他们像共产党和张汉涛那样讲义气，那还有的商量。没错，当家的，看来这张汉涛果真是靠得住的朋友啊！啊，咱们以前也确实冤枉人家了，谁也没想到他就是传说中的沙八方啊！啊。